即係空間會哦，好誒，咁樣。先大伟在，先生好，是吧？叫你哦，不是啊，啊，说了去哦，啊，这部分是要主要要讲这个微博的空间的部分啦吼，啊，我大概先讲20分，即系出我单的微博的空间的出我基本观念，啊，了后会放这首电影，就是讲啊，是酒店哦，超功能，就是人生单的时阵，啊，刚才的啊你。单老的一个国家，按使用这个微博的空间，啊，伊安怎变翻国际者？啊，你这电影是非常好吼，我已经看了3-4次，每一次看拢是这样。我感受安尼，无啊，无咱即款先。对，即个就讲微博的空间内底重点啦吼。啊，这看你这个所在，我先用两个，这有两张图吼。啊，这两张图，啊，先我甲大家讲这个观念是安怎？这大概就是看讲，像美国当时白人哦，白人咧歧视黑人，是白人的社会歧视黑人，啊是像南非的白人因是偏黑人较进步，美国的白人是人口较侪，占到90%，黑人是少数，啊少数人去学多数人来啊歧视哦，南非是颠倒头倒转来，南非是白人哦啊歧视。台州所有黑人，啊，刚好像咱的迄个日本时代，台湾去予日本来甲殖民，哦，啊，台湾人受日本的控制，哦，啊，是看讲啊，这个战后的这个真侪非洲，啊，是迄个东南亚啦，吼、哦。即个殖民国家就越南啊，种种遮吼，遮个国家受人殖民，所以即个模式啊吼，你即摆来看，即个就是讲内外，咱所谓内外殖民吼，就是用南非的殖民来做内殖民地啊吼。OK， 即个就是讲殖民国家或者殖民的母体，啊是像美国的白人的母体本身吼，伊即个殖民的母体拢是较进步的国家。所以伊伫即个现代化，伊就讲就伫因家己啦，因去共歧视别人，所以讲的是真野蛮。但是就伫因家己的社会来讲，因的现代社会已经是足完，啊，因的迄个自我解放伊足骄傲，因是真进步的人，因的迄个自我解放的意识也真强。啊，当然因咧共歧视，哦，你像法国去阿基里啊，歧视阿基里突尼斯啊。去歧视迄个在地的人，共殖民，所以伊有一个迄个歧视的迄个体制，啊，迄个体制当然是压迫的，哦，伊是压迫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，包括咱日本时代的台湾，这个国家受压迫的情形，大概看起来，伊这个一个社会内底有一款经验啦，吼，就是讲，这个受教育较悬的，啊，伫社会较有影响力，叫做社会精英，伊这個社会精英的结果，哦，伊社会精英的结果。一定拢是一寡奴才，哦，迄个利益的做外来统治者，啊是压迫者，伊迄个糟糕，这就是奴才，哦，啊，用有一个足大多数的人，伊就是足冷淡的，惊伊干呐惊去用压迫，啊就乖乖啊做人用压迫，啊这是领导精英，啊天啊拢是群啊较少数，又较觉醒，又觉醒的人。啊，这就是解放运动的领导者，这部分的人，所有被压迫的迄个地区啦，被压迫的民族吼，伊拢会去模仿迄个压迫者。哦，你讲，伊会伫思想上，伊会伫真侪习惯上，伊会去受着影响，伊会去用压迫。啊，去用压迫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无法度人管控，啊无法度人管控的时阵，你为着要让家己的心理吼会当。会当平安，啊！你有当时啊，把把迄个压迫的本性来合理化，啊，即叫做内化。就讲、是，人甲你压迫，啊，你无法度人反抗，啊，无法度人反抗，啊，就去想一个借口，来讲啊，迄不是压迫啦吼。伊若因为感觉若互压迫，爱揪起来，歹势，啊，所以就爱甲伊内化。就那想讲，咱真侪台湾人，啊，拢在讲中国话，啊，就讲啊，迄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啦。啊，迄就是用内化，你实在是人压迫者，用对你来讲迄个话，
啊，你无法度，啊，只好对因讲，啊，对因讲，佮歹势歹势，啊，所以倒转来讲，就说啊，迄个语言只是沟通的问题。其实啦吼，如果语言也是用来沟通的工具，是安那影响少人来到台湾，因较会唔讲咱的话。我这个一下子，语言绝对唔是干那沟通的工具。后来今仔日呢，这唔是主题，所以我无要讲伤多。我即个主要互恁看的这点，就是讲，离这种的模式的社会，离阿伯的社会，但是拢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个人要模仿这个人。诶，遮个人咧模仿遮个人，所以现代意识有咧提悬。遮个人尤其伫第三世界国家，因独立运动的领导者，大概拢是去美国留学，去美国留学，到倒转来。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接受拼音，甲伊原来的社会较进步的思想体制。啊，所以伊的社会本身有一个未顶面的救回来，这边也有一个未顶面的救回来。所以间隔社会是比阿伯的社会，伊有慢慢仔咧觉醒，伊间隔现代社会意识有咧提高，所以最后大概遮个社会拢总因个独立会成功。啊，你像荷兰的解放运动、民权运动会成功，南非的荷兰最后会当跟白人做伙处理这个南非的代志 ，OK。咱即马来看台湾，我想要来要互恁大家看，因为刚刚跟这个国际间有关系啦吼。所以今天你来看，这间隔情形是安怎？即马看第二张，这是台湾的情形。啊，你甲看起来就无同去啊。咱今仔日是去予一群外来族群，叫做赤人。哦，伊毋是中国人，足侪人拢要讲伊中国人，伊都毋是中国人，伊赤人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啦。OK， 叫做赤人啦，就是讲。因住伫台湾，吞下咱台湾，但是因讲伊是中国人，哦，伊嘛，但你讲伊认同台湾，上歹伊叫嘛，讲伊认同台湾，但伊讲伊毋是台湾国的哦，伊讲伊是中国人 ，OK， 叫做赤那人，赤那人，伊是为中国过来，因的社会，伫战后台湾的社会是平民阶级进步的，哦，这咱知影，台湾的社会伫日本的统治的中间，差不多是伫亚洲。是差不多排第二的，就讲仅次敢若输日本尔尔。所以咱的台湾人一般来讲，咱的意识现代社会意识自我解放，这两个字吼，这两个字是有较强的关系的啦。你若现代社会意识较强的，自我解放意识会较强，所以有一个这夹角可，伊的夹角是加这个平衡，表示这两个关系很强。所以咱的台湾社会本来就是平衡较悬，啊，但是这不能咱叫伊控制。所以，因来咧讲殖民就对了。啊，因来咧讲殖民的时阵，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哦，这是精英的部分，一定是有路才。哦，你看什么王金平啦，什么迄个白十九啊啦，哦，即个迄个白十二啊啦，这就是路才。即个路才就是咧恶的，我就说会模仿前，这个跟咱阿伯的人，模仿伊的思想，模仿伊的言语，模仿伊的文化。啊！因个思想、因个文化本身就平咱较低嘛，所以甲咱个社会扭倒落来，啊，规个社会受压迫嘛是会用扭扯落来。冷漠个精英，啊，着大家本来就是虽然靠细命个，即群而且干那少数个运动个领导者，啊，即个运动个领导者，讲台湾个运动个领导者会受入美国，将来是去留美嘛，啊，美国是较进步。Okay， 所以基本上有哪有咧上情形啊？但是咧，咱台湾的情形真不幸，就是讲伊有一个下口咧甲你救。咱头先看的迄个第三世界国家咧，伊偏咱较落后的国家，伊敢若两条线咧甲伊救着，扭关起，所以伊慢慢仔会关起。咱的情形毋是安尼，咱的情形是伊会扭倒落来，啊，这边较比较严的土，所以这是这个岛本身的这政治其他的输赢啦吼。这个图本身解说讲，是啊，咱个台湾独立运动，不到六十天，到今仔日，哪像个老哥，互你感觉到咱个，咱哪像讲，啥物物拢创了袂好势。哦，这就是讲，咱无认识咱家己，咱若无认识咱家己个问题个时阵，有当时咱搞不清楚，到底咱个问题出伫底。啊，我予大家看这个图本身，就是讲，这个是有